收看今日新奇美食秀，我是主持人芊芊，我是皇帝新培。你刚是换爱心吗？没错，等一下换虚拟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今天这集的主题呢是平价约会的好所在。平价约会餐厅是不是很重要？很重要啊！你看啊，小妹平常要带女朋友出去约会，或带男朋友出去约会，或者是他们暧昧的对象。对啊，小妹吃得起高档餐厅吗？吃不太太贵，对对对。所以平常省吃俭用带女朋友吃好吃的东西变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说平价但是又难吃，完了自己 get out。哎，真的说真的，因为对女生来说，如果你一般呢去到餐厅，好不容易想要跟这个男生约会，就是男生选的餐厅，第一个很吵，第二个呢很脏，第三个服务态度很差，东西又很难吃，这样子直接就是 out。真的，就不用讲吃完饭以后还要手牵手看电影啊、逛夜市啊、决战内衣裤之类的、啊。没有什么决战内衣裤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。所以基本上今天是一人挑一家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今天要选一级必杀。什么叫一级必杀？可以直接呢？直接决战内衣裤。不是，直接让女生对你心动啊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你挑了一间，我也挑了一间，让大家看看呢到底是哪一间大家会求最。没错，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会求最，怎么超神？对，但是每次只要不是玩神魔，上来我说你搞玩神魔啦，不玩呢，不好玩啊，对。那你今天告诉我，除了玩神魔之外，你很会吃，很会吃，好吃的东西。视频都要约会啊，所以我跳餐厅已经超赞。哎呦，超赞，给你一个赞。嗨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我也不遑多让，因为你要他看我平常胖胖肉肉的样子，就知道我很爱吃。可以哦，我很爱吃啊，因为到今天平常很宅，除了工作，除了呢去看电影之外，唯一呢第三个就可以把我从家里拉出来的就是吃美食啦，就是吸引我这个宅女，所以其实我对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讲究，一定要好吃才会开心。我不管啊，我觉得你比较好吃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待会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期待喽，再见。当这家。酷拉新奇就是新培强力推荐的一级必杀平价回转寿司店。我讲，它高贵而不贵。每次只要带妹来到这边呢，你干嘛啦？你干嘛？带妹来吃平价回转寿司。干嘛？第一个我吃生鱼片，第二个谁会想要来吃这些？第三个带妹来吃平价回转寿司很瞎等一下，你听我讲。第一，你不吃生鱼片，你可以吃豆皮寿司吗？你可以吃火腿卷啊！啊，第二，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评价吗？对不对？看着他的招牌，跟着我念的是，他叫酷拉苏西，不是真鲜，好吧，他不是真鲜。第三，进去你就知道他厉害。哎呦，怎么样？真的好吃，而且又好玩。好吃，好吃。对。上方的系统会自己就是那个启动系统帮你们计算。那如果说有中奖的话呢，我们上方的皮肤打包，我们一看直接会带你下单下来。那客人他们也帮我把单打下来就可以。
这地方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他们有现泡的奶茶。哦，是这个吗？对，现泡超强。一般的店都是用茶包。对，还是用这种超酷。然后第二个是它有自助自动式的点餐，所以它仪表板用电脑，它是哦，用电脑点餐。然后再是你吃完的盘子啊，每五个就把它投到那个机器里面去，一个一个投，累积五个可以抽一次奖。对，可以抽一次奖。就是如果中奖的话，会掉他们这边特殊的名单出来，里面有他们特制的那种当纪念品，真的当纪念品。有没有很屌？有没有很新鲜？有没有很好玩？适不适合约会？的确，女生会觉得很新鲜。是不是？哎，我要吃鲑鱼肚。耶、yeah, ，谢谢。接下来是今天的重点美食啊！哎、欸，老板，刚进门的时候你都知道我是谁啊？应该有招待吧？可以，不过今天有一个任务，要先请你们两位 PK 什么，一个人才可以吃寿司。哎，又要玩什么？等一下，不是说好今天不提神魔了吗？怎么又要玩什么？因为你不转出，根本就没什么威风的，没人要理你。规则说明：两人于指定关卡通关，记录最高 combo 数 ，combo 数高者为胜。则说明 combo 数高者胜利以外，胜者减去败者 combo 数所得之数字为需要享用之盘数。啊！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接着开始，快点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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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时间快到了，时间快到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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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时间快到了，时间快。啊！这次今天呢，来这么好，这么棒的一家平价回转寿司店，结果每次都要半个，没关系，我们来问问看。好不好吃啊？好，蛮好。啊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好啦，那的确呢，这间店算是我们一级必杀的店啦、啊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一定要来我们这边 Kura Sushi 来吃吃看呢，好吃的回转寿司，以及呢，还有这个是听说他们很特别的甜点哦，叫做豆乳冰淇淋。听说它的冰淇淋旁边这个甜甜圈是有加豆浆制作的，非常的好吃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一起来吃吃看，好吃又好玩的菜。